作為一間同富豪飯堂畫上等號嘅餐廳，福臨門嘅喺灣仔都已經接近50年嘅啦。福臨門原名係福記啊，因為創辦人兼大廚叫徐福全，來頭唔細，曾經做過河東家族嘅主廚。河東即係香港開埠初期最頭嗰批嘅買辦，呢、這個真係人中龍鳳啦！佢喺當年百人之上嘅殖民社會都可以出人頭地，成為嗰個年代嘅名門望族。咁喺二戰時期，香港淪陷啦，富豪走難，徐福全就自立門户，開一間福記做到會服務。咁你都估到噶啦，嗰個年代叫得到會嘅都係啲非富則貴嘅人啊，當中唔少都係徐福全之前做河東主廚時候識落嘅一啲豪門。咁佢口碑越做越好，之後就細鋪搬大鋪，成為呢一間灣仔嘅老字號啦。同容記一樣啊，呢啲老字號都離不開兄弟爭產嘅故事。咁個副產品咧就係家傳七福呢個品牌，嗱呢啲就唔詳述啦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 search 嚟睇睇。一路行一路，大家都見到嘅，即係起碼你唔會用金碧輝煌型呢間餐廳先啦，算係好 low profile 噶啦。啱經過嗰個酒櫃就係呢一個長酒廊嘅唯一裝飾。呢度樓底偏矮啊，侍應比例好高，環境光鮮寬敞嘅，用料裝修唔浮誇。台同台之間都隔得好開，所以算是坐得舒服的，是唯獨沒什麼景觀可言的，例如我們這間房是連個窗都沒有，那就可以專注食物的本身了。福臨門有三層的，我們這裡是三樓，都是包廂的格局，我估是因為人流少了，所以就不開二樓的大廳，將人流谷在一起精簡人手。以前這裡是休例一的，這陣子就連星期日晚市的黃金時段都不開，我想个情况应该有点严峻啊！入到嚟觉得点啊？有冇少少期望落差嘅感觉啊？我有嘅，我原本以为装修会系比较更加精雕细琢啲咁，咁样可能咧真系会好好食，先落得住咁多熟客啦。我啱先嚟睇下个餐牌先，个设计好大方得体啊！其实富豪饭堂呢个名堂都吓窒咗唔少人，咁当然啦，啲用嚟看门口嘅山珍海味招牌菜，梗系贵嘅。價錢呢大家慢慢看，我覺得處理傳統名貴食材的能力是很反映到一間粵菜餐廳的實力，但做得飯堂級數的餐廳的話，靠的當然不是一日來吃包心刺肚，因為一些傳統的功夫菜其實相比之下更加留得住一班熟客的胃。今天就跟外父外母一起來吃飯，四個人叫餸都方便一點，先來吃第一道就是雙拼叉燒拼燒腩仔。叉燒好入味啊！呢、這個唔使多講嘅，佢係典型嗰種傳統嘅東邊半肥瘦，一個靚叉燒應該有嘅標準，佢都有噶啦。肉質好豐富啊，麥芽糖嘅甜味都冇蓋過肉嘅鹹香，好好食。燒腩仔呢，加肥加瘦賣相好吸引啊！塊皮又薄又脆，成塊薯片咁嘅樣，金香嘅皮配又嫩又多汁嘅肉，好有水準。難怪呢兩味燒味都咁多人叫，果然出色。下一道是燒雲腿拼夾脯，他們的雲腿是那種吉列的做法，外表炸到酥脆再切片，鹹、香、甘、酥四個層次結合在一起，這樣擺法看起來夾脯是主角，雲腿才是配角，但其實吃起來是調回轉的，因為燒雲腿絕對是心機菜，雲腿即是雲南的火腿，你想想火腿那麼鹹，所以你要先蒸一蒸它，減了一些鹹味先，之後再加啲燒酒啊、蜜餞等等，加水浸住佢，再攞去蒸，蒸翻啲火腿嘅肉質鬆軟翻先，亦令啲甜味可以滲入去啊。咁樣你食起嚟就唔會一味死鹹咁重口味。但假如你唔做呢步嘅話咧，燒雲腿就好似食樹皮咁嘅樣，兼且鹹到吞唔落口啊。一啲貪快嘅餐廳通常係唔敢掂呢味餸嘅，所以燒雲腿呢道餸係依家好少見噶啦。下一道就是八宝鸭，它在上菜之前会先给你看看它原本的样子，之后再帮你剪开它，方便分来吃。这道古法菜式其中一个讲究就是它要全鸭去骨而不可以穿，那你让材料进去它才不会漏出来。我们看到的这道是半份，已经这么大份了，它会先给你看到它初次的样子是靓仔的，没有穿没烂的，兼且上色均匀的，之后再剪。呢度菜個火候掌握得好好啊！佢
入口好酥軟嘅。呢只鴨要先飛水去個酥味先啦，然之後先炸再蒸，咁樣先會上色，先會好睇，兼且層次豐富啊。嗱，用相機影嘅時候係會深色啲嘅，假如用 iPhone 影嘅話咧，睇落係冇咁黑。佢咁多樣食物材料調和得好融洽啊！單單數下啲鹹蛋黃，足足成四隻，即係似乎預咗我哋每人一隻咁樣。其他除咗例如話，仲有薏米啊、栗子啊、白瓜啊等等物料啦，放曬喺啲鴨嘅周圍，變成係個芡嘅一部分啊！鴨肉好鮮嫩，連埋啲咁足料嘅餡一齊食，其實好飽肚、好糯啊！個所有餡都炆得好腍、好入味，正。八宝鸭系源于江浙嘅菜系，曾经一度成为宫廷菜添。呢道菜来头唔细嘅。跟住上嘅系花雕屈鸡，侍应会推埋架有炉嘅车仔嚟你台边先，一嚿火候咧就会用佢最新鲜滚热辣嘅样嚟见人。嗱，呢道菜落单之后系要整成接近一个钟嘅，所以假如你想食嘅话咧，一开始落单就要提前叫定嘅啦。嗱，屈呢個字就顧名思義啦，就要文火慢慢煮到入面收曬啲汁，咁啲雞就會索曬啲精華啦。呢一打開嘅蓋都見到嘅，入面就好單純嘅，就係有雞啦、雞啦同埋雞，但係帶有酒香嘅嫩雞，即使放喺八寶鴨呢味咁濃味飽肚嘅餸之後咧，都食落依然覺得好好食。咁最後埋尾嘅主糧就係半份荷葉飯啦，係啦，半份已經係咁嘅樣噶啦。我俾一手喺隔篱俾大家做个参考一下个比例，就系咁大份。因为经理话一份系八至十个人嘅份量，所以我哋四个人叫半份就够晒噶啦。今晚有好几味餸都好在系佢提我哋半份就 OK， 如果唔系咧，即系会食剩好多嘢，咁啊嘥料。荷叶饭个份量好足噶，啲馅入面有鸡粒啊、蟹肉啊、瑶柱啊、冬菇啊等等，佢咁多嘅料包埋入去荷叶入面，就索晒啲精华。啲飯排嚟，你見到嘅係粒粒分明嘅，令身嘅入味得嚟咧，整體都仲好鮮。算係將啱啱食完八寶鴨、花雕雞呢啲咁濃味嘅嘢中和翻。荷葉飯睇落簡單，但係唔好以為好似啲粽咁就咁攞嚟烚就 OK 嘅啦。佢係好考功夫嘅，諗下啲飯要先煮熟，之後再炒香，最後撈埋啲料隔水攞去蒸。成個過程稍有不慎嘅話咧，就會黐埋一齊，好似食緊糯米咁嘅款。听闻呢度嘅荷叶饭系出名嘅，果然冇令我失望。好啦，咁食完正餐啦，咁我问经理有咩甜品推介啦。佢话福临门甜品有四大金刚，分别系红豆沙、绿豆沙、杏仁茶同埋核桃露。佢又推介我哋叫后两者嘅，因为有啲特别嘅食法。嗱，呢碗系生磨核桃露啊，好出色。佢仲保留到核桃嗰种果仁嘅油香，够香够结，而且轻微带渣。吃落有少少核桃嗰啲裸粒感，如果你用粉溝嗰啲咧，系得阵死甜嘅啫，食落口系成口都系粉嚟嘅，嗰啲真系唔好提啦。咁呢碗就系蛋白杏仁茶啦，杏仁味好香浓啊，但胜在佢成碗甜品味道都唔太淡，又唔太甜，呢个系个蛋白嘅分量拿捏得好。杏仁粒佢磨到好幼细啊，成碗嘢嘅口感你用丝滑嚟形容都唔过分。咁至於個特別食法咧，就係兩溝。啊，點知啊，真係幾好味喎！溝完之後，你既有核桃嘅香濃，又有杏仁茶嘅絲滑，都唔知係咪啲客人諗出嚟，跟教翻佢哋轉頭嘅，又估唔到真係幾夾喎咁樣食落。最後就係一人一份嘅平葉角，佢外觀上同啲茶果幾似嘅，紅豆嘅餡相當綿滑啊！我最中意佢係香甜冇渣，兼且甜而唔漏。唔漏咧，我谂靠嘅可能入面嗰好微嘅陈皮香，虽然呢样嘢真系好好食，呢、這个 ending 满意啊！咁最后就嚟睇下张单啦。嗱，今次虽然话冇咩名贵嘅食材啊咁样，但好多都系心机菜嚟嘅。个份量即使系半份都好慷慨啊！茶位咧20蚊一位，出奇咁平。咁样食法连加一埋单，睇左手边反转咗个数字，唔知点解印到咁。埋单一共就2500蚊。即係換言之，人均600蚊啫。咁算唔算係富豪飯堂入面嘅平民食法啊？呢餐夠曬滋味啊！一流嘅粵菜係福臨門所傳承嘅精髓，喺呢50年嚟，佢都算係經歷曬香港嘅起起伏伏噶啦。喺魚翅撈飯嘅年代，佢風生水起，啲富豪名人出車咁轉。
家咁多後起之秀，特別有好多係酒店嘅中菜廳都好出色。咁佢係唯有堅守傳統，以慢打快，用呢啲功夫菜嚟守住自己個金漆招牌。正如開頭所講啦，呢度冇景觀，都冇精雕細琢嘅裝修，連啲餸菜都冇雕曬花咁樣嘅擺碟，靠嘅似乎就係單純嘅味道。就算係一個簡單嘅上湯浸菜丸啊，一個睇落好單純嘅一碟餸，但啲菜淨係用最嫩、最爽、冇渣嗰一 part。啲上湯咧就係用火腿熬三個鐘熬出嚟嘅。嗱，呢啲細節我唔知嘅，都係食緊糖水嘅時候同經理拗水吹嘅時候，佢話我知嘅啫。佢補充咗一句，佢話家常便飯，要碟菜食下必不可少嘅，但清淡唔代表冇內涵。哦，呢個諗法夠曬霸氣，我中意。所以感覺上呢度好似一間超大規模嘅私房菜咁樣。咁當然啦，餐廳仲有啲位係幾神秘嘅，但綜合而言，食落咧又冇想象中咁離地。咁大家點睇啊？福臨門係咪你嘅記憶當中嘅老香港味道啊？不妨留言嗰度分享一下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條片嚟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